你是否想过在电脑上控制手机？你有没有试过像这样在电脑上使用鼠标键盘控制手机呢？你甚至能同时控制多台手机，不需要入权限。10台、20台、50台，甚至是100台。你可以在电脑上同时收发多台手机信息。电脑和手机之间文件互传，使用脚本来执行多个自动化命令。总之，把手机能实现的功能全都同步到电脑上，交给鼠标和键盘来完成，节约了大量的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。而这一切只需要一款手机多控软件即可完成。电脑端安装 Total Control 软件，支持 Windows 7到 Windows 10。手机端只需要打开 USB 调试模式，即可用手机数据线或无线网络把手机和电脑连接起来，你就可以用电脑来操作控制手机上的所有软件了。玩游戏、刷手机短视频、投手机照片到电脑、电脑拍摄手机照片等也通通不在话下。点击多控中心还有非常多的功能。 Total Control 手机多控是一款非常智能的控制软件，在许多领域被广泛应用，有免费版和专业版，并提供试用。关注我，了解更多软件和应用。